下来一下吧。好，在伤害案件。对啊，你被通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现在怎么做？你是 X X ，我之前对啊，我之前是不是抓过你啊？对啦，想起来了啦，就是你。放下我啦！不可能啊！好 ，OK， 学弟了，放心。还有我。